分心了。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冷静啊？啊？怎么了？坐好，不要动。你干嘛？这样我才能专心啊，看你的书。书拿反了。你跟喜欢的人在一起都不会紧张吗？你很紧张啊。你不紧张，我干嘛紧张？我很紧张啊。哦，那我跟你一样紧张。真的紧张吗？真的，你第一次来我家，我当然会紧张啊。我以前对你是不是很不好啊？我对你也没有很好，扯平了。有吗？没印象。让你再也没有考过第一名。靠！你故意刺激我吗？这次总能一定要赢你。好，好了。我有不能输的理由，好不好？什么理由？只有一直赢你，你才会一直看着我。你到底多喜欢我？很喜欢，喜欢到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到现在都还觉得自己在做梦，竟然会喜欢我。大家。